新闻深喉咙，有多深挖多深。进球后，两名网友高兴地抱在一起，不敢相信竟然投进去了。从地面的角度再看一次，一颗小小红点从天际直坠下来，应声入网。这两个人抱着篮球爬上了伦敦最高的瞭望塔，从80公尺的高空成功完成高难度的花式投篮，但好戏还在后头。Get in。但是背面投篮照样顺利进球。知名的网络团队 How Ridiculous 因为时常在网络上发表高难度投篮画面，迅速窜红。从37层楼高的水坝投篮进球，实在有够扯。但最有趣的还是这一球。滑水飞到空中，再来一个空中接力投篮，夸张进球，一颗接一颗，令人瞠目结舌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